辣椒伴随辣油，一往三冲，麻辣口鱼的浓郁香气扑鼻而来，一入口鲈鱼细致，吃来咸香微辣。蒜头炒香，加入辣椒并出香气，就能倒入牛油麻辣汤，有麻辣底料。师傅用汤勺把汤汁来回淋在鲈鱼上，让鱼肉吸收麻辣香气更入味。椒麻粉，撒上川香椒麻粉，为让干料味道释放，还要经过油淋。分别是腌、炸、炒、文这四个功法，好，然后加上我们的牛油的麻辣底料，然后还有我们秘制的川香椒麻粉。再品尝鸳鸯酸菜鱼、泡椒酸菜鱼，泡椒经过发酵，吃来酸辣，充满沉香。淋上辣椒花椒，炒的辣油呛出香气，就连酸白菜也能结合老火汤酸菜鱼，酸味温和。除了酸菜鱼，还有酥脆煎饺、火锅店、餐饮集团在同一地段一口气开了三家餐厅，就希望能即刻。那三个品牌同时进驻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互相可以导客引流，同时我们希望结合着整个商圈的发展，把这边打造成是一个美食广场。看准人流多的区域，三个品牌一次进驻桃园，希望发挥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效益。明星文综合报道。